的事儿呢都。四十生命，十五法强，十五法强，七十生命，多兰戒。积木地界装备出点啥呢？我们看一看这神话装备啊。这个肯定是没有用了，这个东西不值得出，这个东西可以考虑，这个东西也还可以接受，这个感觉行。蓝炼汉的痛楚感觉是可以的啊，蓝炼汉的痛楚。然后我们不是跑得快吗？我们得星界驱驰，蜡石之牙，蜡石之牙不行。全军出击，定身儿，我们好像没有定身技能。那我们第一件这个，第二件这个，第三件这个，第四件这个，第五件这个，一个皮海，这个也可以给它换成这个，或者是这个，哎，可以了。猴哥爬个 bug， 卡什么 bug？ 我看你像 bug， 不要用 bug 啊！有情况。这就好比一个美女在你面前脱衣服，知道吧？脱不脱衣服，这是她的问题。你起没起歹心，这是你的问题。兜兜兜，有续集，来瓶药，我看你能有多少蓝啊，你就给我一啊，你就给我一，一来一去的，你一个兵也不抠啊，你爱抠不抠？我先去插个眼，万一对面来赶上我们了，那就不好办了。靠，真就主义呗，一共他就补了四个刀，没关系。让挖掘给过来一趟，来学个 W 呢。四个药来，哎，小兵，哎，我有点痛。你看这狗头人呐，就是插眼的，你知道吗？有迅疾。靠，向位猛冲吧！好哟，非得要搞我技能。干嘛？干嘛？吃药，走位，点，兜，别让我点着你啊！正在报告。别让我点着你，小伙子，我杀人不眨眼呐！推一下兄弟，给我推一下兄弟，兜兜兜，向位猛冲，兜兜兜，哎呦，那
你可追不上，小伙子。走了，拜拜，你也遇不到，溜了溜了溜了。这遗失的章节也出不来呀，这样吧，蘑菇可以触发定身，你确定啊？我去前面探探路。出鞋，我出不了鞋，鞋免费给。我点的神奇之靴，我们为了那15.1速嘛，不得跑得快吗？啊，十点。这人不知道上哪去了呢，面具可以加技能级数吧，嗯，可以。你就一个刀也别补啊，小伙子。是长官。这小子怎么补了39个兵呢？俺俩就发育。呦呦呦呦呦呦！哎呦，生气了！哎呦，哎呦，生气了！哎呦，相位猛冲，害不害怕？整装待发。你还有最后一瓶药啊！没了，最后那一瓶药也没了。我看你有多少个亿啊？我去前面探探路。他最多最多还能放一个亿技能。他追不上我们，你知道吧？他就很难受。哎，我也不害怕，反正他没有蓝，他也进不了我的身儿。我不仅杀你小伙子这波，我还能跑了。我操！怎么让他抠着了呢？哎呦，这个抠让他抠着的不应该呀。应该先让他先抠他好了，这波先抠他，然后让他的抠没有用，他抠着我了直接。要不然我还能剩一身血，我们直接就跑出去了，知道吧？我寻我先 A 再 Q， 然后我们一个闪，非常的快。先 Q 再 A 不是慢一点吗？给我换了，哎呀！是长官。嗯，换了个针眼。软弱无力，还真是主意，我靠。
哎，丢了。等一会儿啊，等相位猛冲有了的，要不然这波不太好跟他打。呀！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呦！我的天哪！吓死我了！那扣扣错了，扣小兵了，还好啊，可以接受。走。哎，一不着，该我了。别踩我雷啊，小伙子，你死了。哎呀，没追上啊，这波。哎呀，他怎么跑这么快？踩到我的雷还跑得这么快？不能啊，至少是不应该呀。烦人呢，回家了。狗头人其实是顶住了压力，我跟你们说，我们的压力比较大，队友不太行事儿，对吧？我们的虚区如果不够高的话，这一盘可能要输，可能要输。所以我们的发育必须得好。帮帮我，还你一片天，兄弟。他没闪，狗头人没闪现。哎，狗头人没闪现啊！先把兵清了。大爷的，你跑的是真快，我发现。这怎么的？哎，你为啥不回头干他呀？这回头顶他呀？哎，你这为啥不回头顶他呀，兄弟？我属实是没看懂啊。我去前面探探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什么好怕的呢？那算了吧，既然你这么害怕，其实没啥好怕的呀。这瞎子无非就是在旁边呗。我们只要不出去，他还能拿我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他又能拿我有什么办法？瞎子都不在了。哈，这狗头人果然是这么主意的，实在是膈应死个人呢。真耐得住寂寞呀，这小子真能忍得住啊，这是。他是真能忍，我发现。这他都不找个机会上来干我。我们就这样你浓我浓的在上路浓了这么长时间啊。好，拆他的塔。有多快拆多快。一定得拆快。上路的塔有没有很重要。这怎么跟过来的？不应该啊，他踢过来我才闪的呀。哎，有点烦，有点烦呐、啊！我的天哪，这哈子来的很不是时候啊！我这波把他塔拆了，我们的节奏直接起飞，这老哈子把我的计划给我打断了，有点烦。
你俩打他是真打不死我还是出恶魔无敌恶魔之拥啊可以1.5 最大生命值魔法伤害这个是1%可以可以今天我们可能呢要跟这个狗头人一直浓了可能要浓一阵了丢丢丢丢丢没用 W 对我无效这个人儿啊他奶奶的打不死啊他在这跟我耗上了来个队友把他杀了把上塔一推推完以后我就拯救队友这家伙跟他上路这顿耗啊这不行啊不能跟他耗下去啊我跟他耗不合适俺们家这劣势呀跑了狗头人挺好啊赶紧把他上塔拆了只要这个塔能拆掉我跟你们说就完美了挺烦人的挺烦人的这波你要想杀其实也不是不能杀兄弟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杀的我先把这鬼书小件给他摁了啊要不然这把没有重伤不行得要个重伤先把那个小湮灭宝珠给他除了这挖掘机打着峡谷先锋打了3分钟至少能有我就算看他在那上路就一直在那打你知道吧我能看见他一直在那打我一回头人家打峡谷呢我一回头人家打峡谷呢3分钟可能都说少了哎呀这人又他妈开就摁个传送出来我不打你了我拆塔哎呦呦来个人啊来个人他又闪我没闪他又闪我没闪他又闪我没闪给致盲致命点炎走炸我没用我溜了来个人啊兄弟们救救救救他怎么知道我搁这儿呢哎我靠人真多呀哎呀真是人是实在是有点多呀这咋这么多人呢我天哪突然之间对面穿出来4个人啊队友呢也全都送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哪来的勇气跟对面打的殊不知啊把这个卖了谢谢韩金龙的习习更健康卸甲归田投降的话大可不必好吧一个都没死
确实是有点烦，对面撤退的有点快。向前一步，仰望我的神威。锤石能杀吗？我不管了，这锤石我必须得杀，我们必须得要个人头了，跟对面换也是值得的。没办法了，这硬换吧。再不拿人头，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赶紧拿点人头，先来个鬼叔啊！哎，还可以啊，杀一个不错，把塔守住就行了，守住我们家的基地。别慌啊，对面其实龙没几条，有希望，我们先把红打了，去把这红拿了，一会儿等维恩起来的时候就是他们死的时候。下一件装备不能出恶魔之勇，下一件装备必须得是法神棒。赶紧过来找瞎子，哎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着急啊，这波看看到底是能打还是不能打，先给个智盲把锤石杀了。狗头人拆基地了呀，狗头人呢没赢过是吧，啊，小犊子，这小犊子，不管他，队友马上活啊，他拆不了，我们先回家整顿一下。先给个蘑菇，整装待发。早回家，白银局对猴哥 C 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别叫我猴哥啊，我是你爹，你千万别叫我猴哥，俺俩的辈分可不一样。先来个法传棒啊，塞拉斯有点猛，走呗！这干嘛呀？这塞拉斯怎么跟个鬼一样啊？我的天哪！有没有人治一治啊？这上高地了，没人给我杀！我靠，这么杀人的，我简直了！这个人。保一下维恩，哎，保维恩，保住维恩，奈斯大龙能不能打？容易被抢，杀人，艾克去，还有眼儿没？挡一下扣，挡一下扣，挡一个扣，哎呦我的天哪，这条龙没拿下来，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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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800块拿了，也还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啊，算是一个好消息。把这狗头人给我宰了，
可以。塞拉斯，我可也不起，快跑！家可以不要，兄弟们啊，头可破，血可流，我不能死，让他们追，追追就硬追，哎，我回去了。咚咚，好的，破一路高地，两路高地，哎，这条龙没拿下来，属实是有点。不应该啊，有点可惜了。这条龙要拿下来就翻了，龙没拿下来，节奏没断。踢我？那踢不到。让他们保护为人，别出去打了，这出去打不合适，打不了，现在出去打打不过对面，别千万别出去打啊。那泰坦别出去啊，泰坦，那泰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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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活该让他死。这你出去干嘛去呀？出去死吗？那你出去干嘛去呀？你是非得出去。人家都不推，你还出去？我出去顶挡着送金虾，还给我来个保护文音啊！来，弄一下，替我来 ，Come on baby， 这么多金身，哎呦我操，翻了翻了！维恩杀杀杀杀杀！塞拉斯用链，我们家维恩别给他链，哎，拿下，收住兄弟们，有机会啊！这对面愣送，别他妈送，我把这卖了。咱再来一个猫子。先扫一下啊，万一这是有个眼儿，这就不好办了。去下路把兵收了，把小龙拿了，小龙拿了，来来来来，不用出去，他们会推的。他们就是肯定能得来推我们家，你知道吗？让他们推，别出去了，你老出去，这对面巴不得让你出去呢。这是要射我呀？啊，给基地里边摆好阵型，多摆几个雷。区区已经很高了啊！这正在报告。基地一边多摆几个，尤其是这里啊。
我的虚区很高了已经。让他上，没事的。给个雷。哎，可以先杀锤子。来 Q 一下他们家的塞拉斯，耗点盐，先走。来，哎，我们有那啥呀？这维恩怎么死了？干啥呢？这维恩怎么死了呢？维恩是怎么死掉的呢？哎，这不应该呀，这波没打赢，属实是不应该呀。狗头人后来的，我们家先秒对面锤石，锤石先死了，瞎子没血了，寒冰没虚虚环境，这怎么能没打赢呢？不明白，不明白呀。